就算你去找海洋动植物和海洋资源的展览，这次展出的一共分为十大项目，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展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海生动物，各种少见的鱼类，比展览会天色不少。另外，在海洋资源方面，对海生出产的食盐、石油、天然气和海洋探测等工作也有介绍。而曾经一度轰动本省的龙宫贝和各种贝壳，这次也同进展出。这个展览到10月19号结束。